飞闸前，好啦，最后入闸翡翠复星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二班一六五零五都令红星大热门。好，一跳出嚟，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大外档有呢只凡哥儿啊，响埋边嗰三只都快噶啦，战号光辉、勇霸神驹、都令红星啊，四只马就零射快嘅。内栏第五位红衫有侥幸啊，咁中间粉红衫翡翠复星一路想顶住嗰只咧就英明勇将啊，尾三位置灰马系顺势宝啊，尾二咧就嗰只川河宝驹啦，暂时殿后系智趣双头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过呢个咧就系千二米嘅段处，前面带头嘅马咧暂时嗰只线路光辉啊，中间粉红衫都令红星啊，响出边咧就嗰只凡哥儿啊走咗上去，三只马比较快啲嘅。再跟住后面第四位内栏位置侥幸啦，第五位蓝白格仔衫勇霸神。区啊，后多层嘅马啦，尾五外边英明勇将，咁中间咧就翡翠复星，内栏尾三咧灰马嗰只就顺势宝殿后一对，咁啊啡色帽黄衫川河宝驹啊，包咗落尾嘅马暂时系智趣双头嚟噶。好啦，跑队对面直路嘅中尾段，线路光辉就带住都令红星啊，外边凡哥而一路兜住个大弯嚟跑，内栏第四位有侥幸啦，中间第五位蓝白格仔衫勇霸神驹，后啲嘅马英明勇将、翡翠复星、顺势宝，尾二咧就智趣。双头过埋一只咧，就川河宝驹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入直路啦。线路光辉埋边，都令红星出边两只马入嚟先，跟住第三位勇霸神驹，第四位入边侥幸，中档追紧上嚟，仲有翡翠复星啦。大外档就川河宝驹嗰啲马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，都令红星透出咗，中间勇霸神驹上紧，出边翡翠复星上埋嚟，最出仲有川河宝驹马林中间顺势宝，最后五十米到啦，翡翠复星个势咧冲上嚟，就已经将都令红星赶过咗。第三名顺势宝，第四名川河宝驹咧就似乎压住咗只智趣双头，不过好近要影相啊！结果就都令红星咧前中段斗赢晒佢哋，但系临尾咧就脚仔软啦。八号翡翠复星终点前将佢追过，顺势宝咧就第三，第四名川河宝驹同埋智趣双头啊相当接近啊！八路翡翠复星啊，杨明亮爆咗个冷门，37倍胜出啊！第二名咧，五号都灵红星嘅毛显东，第三名二号顺势宝何泽尧跑，第四名四号嘅川河宝驹黄俊啊。咪杨明亮同埋文嘉良嘅组合啊！呢只热门你又抢，我又抢咁啊！翻到嚟得翻只都灵红星，啱啱挨住咗第二啊！好啦，翡翠复星咁啊，爆咗个冷门啦，37倍。咁啊，杨明伦嚟嘅，今季嘅第三 win 啊。翡翠系啱啱赢咗一匹噶啦，之前啦，我就系潘顿跑啦。
好啦，我哋睇睇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就系八号嘅翡翠福星，独赢派376蚊，位置派71.5。跑第二名五号嘅都灵红星，位置派12蚊。跑第三名咧就系二号嘅顺世宝，位置派25蚊。连赢位5搭8，派300蚊。三重彩八号、五号、二号顺序派10297蚊，单 T 派991蚊，位置 Q 5搭8派132.5，二搭八派387蚊，二搭五派48.5。跑第四名咧就系四号嘅川河宝区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三其他冷门啊，派74.5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八号派1401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八号、五号、二号、四号顺序派49742蚊。好，睇嗰啲预计派彩，即刻睇翻巡逻影片先。哇，起步八档嗰只智聚双头相当论尽啊，亦都见阿奇宝敦争啲失咗平衡嘅。好啦，前边位置出边就凡哥而想带啦，但入边几只马都顶住佢，分别就系线路光辉啦，中间就系勇霸神驹啦，带咗个面箍就系都灵红星啦，入边位置就侥幸啦，咁啊第六位又系英明勇将啦，跟住喺佢旁边咧就系翡翠福星，尾三位置铁兰灰马顺世宝啦，咁开边就川河宝驹，包尾就智聚双头。咁啊，呢场步速咧都几快下噶，咁啊头两段夹埋都快咗7线咁多。咁啊，线路光辉啊，赛前你担心佢留唔住，点知佢唔系直情怼埋上去自己带。咁啲跑法咧又好似唔係幾啱心水啊！咁後邊凡哥亦就先前就三日望空啦，呢度上啲又唔上啲，即係咁尷尬嘅，佢又咁多兩步走上去，咁啊結果又定喺度外遊啦。咁啊後邊嗰啲英明勇將又係嘅，明明有機會留到最後，佢又唔留，佢選擇走三碟，呢啲都係擺明減分想落班嘅嚇。咁啊睇後邊嗰堆啦，咁啊勇霸神驹中段都有拱嘅，咁啊但係你見到中段咧都好似有少少立腳喎，呢度都要執住啊！咁啊，头马就跟住后边嗰只粉红色衫啦，咁啊步速都好啱去追，咁啊顺世宝亦都系贴栏嘅，咁啊嗰只川河宝驹啊呢度啊惨啦，咁啊一移出去咧就俾人推埋出去大外碟，咁啊你睇个环境咧，其实佢呢个弯咧都掟得好阔，蚀好多位噶，咁啊翻到嚟就追得个紧颈四，咁啊前面四路光辉啊散啦呢度，咁啊代之而起就大热门啦都系红星。不過就蝕咗啲步出形勢啦，咁啊中間傳咗俾只翡翠福星過埋去。咁啊第七場都覆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5搭8派132.5，二搭八派387蚊，二搭五派448.5嘅。組合獨贏3揀1，勝出組合係 A 三其他冷門嘅派74.5。四连环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八号派1401蚊。四重彩八号、五号、二号、四号顺序派49742蚊。孖宝派彩头关四号，尾关八号派2208.5，头关四号，尾关五号，安慰奖派29.5。第二口孖 T 啊，头关一号、二号、四号，尾关二号、五号、八号派39239蚊。分段时间：头段27秒64，第二段23秒38，第三段24秒85，末段24秒72，总时间1分40秒59。